但是宣读顶一次的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0月31日上午9:21，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张议长、明达等16人，列席民政处陈处长洪基等24人，来宾各报社记者等25人，主席张议长明达、秘书长黄尚文、议事组主任张彦博，记录卢正道、林立云、王义贤、黄旭平、李敬荣。主席宣告开会。一、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议事日程。二、议事组宣读第二次会议记录。二、各局处工作报告。三、主席裁示。议员所需之资料，请各局处应依其需求确实提供。四、散会。上午11:11以上。各位议员，当然对咱会议记录敢有意见？那无咱确认啦吼。啊，咱今仔排定的议事日程是业务单位报告吼，按照这個排序来吼，按第地震处。大会主席、陈副议长、议长、各位议员、各位同仁、各位嘉义县的乡亲、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我也是代表地政处感谢我们议会议长、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对地政处长期我们的业务的指导、鞭策以及支持，尤其是预算的给我们大力的支持。那地政处105年4月到9月的书面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书的183页到188页，那就请各位议员参阅以及指导。以下我就几点的重点业务做业务的简要的口头报告。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会持续来加强为民服务的工作，尤其是我们各个地政事务所我们的服务品质，包括我们的土地建物的登记、测量、建界，还有我们的地价查估、土地征收以及工地拨用等等的业务，我们会去加强我们的服务品质，那提升我们为民服务的工作效率，那也配合我们整个数位时代以及资讯时代的来临，我们办了很多电子网络的业务的推广以及工作，那这个目的就是要使民众能够更便利的为民来提供民众的便利性，那提供加强为民服务。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持续来提升我们农业生产的环境的改善，积极办理各个农路的早期农水路更新以及紧急农水路的改善。那鉴于我们县政府财政的困难，所以我们会积极来争取农委会的补助，改善紧急农水路的农路的品质，以提升我们那个农路的行车安全跟运输的便利。那未来的工作，第三点，未来的工作我们会明年就是我们会加强我们来开发一个跟嘉义市同时来开发高速公路的货运转运区的市地重划工作。那这个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地方的繁荣，增加我们的税收。那这个虽然在嘉义市这个转运区的开发，嘉义市他们是比较早作为，那我们其实我们进度也已经赶上。那其实嘉义市他们讲说共同开发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各自的财务独立范围各自分开，所以只是同时开发，这个跟我们大会做个报告。那以上是我简要的口头补充报告，那详细的还是请各位议员参阅我们书面的资料。那谢谢各位议员、议长以及副议长的指导，以上做报告。韩国议员，当您对咱地政处敢有啥物意见要表达？无啦吼，安尼无咱地政处请回。好，谢谢主席，各位议员。咱过来请咱新闻行销处。
谢谢各位议员。新闻行销处的报告呢，我们的工作重点业务是在第33页到第35页，工作报告呢是在第189页到第193页。那么，请各位议员能够来参详。那我们的工作项目呢，分成了行政、行销还有公关三个项目。首先在行政的部分呢，包括了录影带业者的出版辅导，以及有线电视业者的辅导管理。再来就是无线电视转播站的维运，以及改善收讯不良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的转播站呢，总共有阿里山乡的茶山站、李家站等6站的维护，那么也包括了基地台的申请。目前基地台相关的申请案件呢，在这段期间之内呢，总共是有112件，陈情案件是2件。那么其他还包括了媒体试读的专案，在4到9月，我们总共办的场次呢，有讲座有讲座11场次，目的就是要让民众对于媒体的概念以及影片的制作，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透过这个讲座来了解。那么在行销的业务部分呢，也包括了全国性电子媒体以及网络平台的行销。举例来说，搭配故宫南院开馆的营运，我们就制作了30秒的广告的广片。那么这些广告的短片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平台多元媒体通路上面来播放。那么其中像换个高度看见嘉义的这个空拍影片就颇受好评，点阅率突破了10万人次，也获得了不少的媒体报道。那么希望能够加强我们嘉义文化观光新时代的印象。另外从6月份开始呢，我们也开始经营县府的 LINE@ 生活圈，到9月中为止呢，已经突破了6000人次。那么到现在10月底、11月初呢，已经有8200人次。经由这个 LINE@，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传达很多的讯息给民众，分享很多的生活资讯。目前来讲，民众的反应也都还不错。那么再来就是日安嘉义的部分呢，16期已经出刊了，16期出刊也做了大幅的改版。包括了有英语的文章的介绍，还有我们也出了电子版。那么出这个电子版呢，我们同时也做了一支 CF 来做宣传，在这个天下媒体的网站上面呢，有这个 CF 的宣传。那么如果民众看过了这个宣传影片，觉得还不错，希望看完整版的话，就会有一个 QR code 让他来下载完整版。那么另外还有直播县政行销的短片，其中包括了地震宣传、流感宣传等等，将近30片。以上呢都是透过2家有线电视系统，国声跟大洋频道来做播放。另外还有县政的户外广告，我们是透过户外载体，例如说主题上有探索南苑，全台第一个 Global App 的会员，以及县府的 LINE App 生活圈、母亲节、中秋节等等的节庆，还有这个有线电视的跑马宣传。那么这个跑马宣传部分当然也是以我们县政行销为主，那其中也包括了像是秋喜文化节、溪口乡的文化馆、鹿草的文化学堂等等，总计有50件以上。那影视协拍也是在行销的重要业务之一。那目前为止呢，我们都主要是透过行政协助的方式。那在这段期间内，有包括了台视的三星骂，这个影片应该会在明年初的时候来播放。那么明视的阿布拉的3个女人已经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开播了。在电影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另外一部片子叫做环岛日记。那这个环保日记呢，目前上映的时间还没有确定。那么公共关系的部分呢，主要包括了有媒体公关、记者会的相关事宜、新闻发布、LED 看板等等。那么在媒体的专访的部分呢，也包括了有今年度县长有上过年代高峰会、中视的健康总动员。那么健康总动员我们是去行销我们嘉义的凤梨。那么还有我们也不会忘记网络媒体，所以我们也上了一个新兴的网络电视台，叫做富比士电视台，它是和 ET Today 来做合作。那么有一个节目叫做大咖 Special， 那在上面呢我们也讲了很多农村相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期待以及我们未来想要做的发展。那么在接待的外宾接待的部分，包括了有
大师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来台，以及静冈县的知事团、意大利代表萧国军到本县来参观，香川县的这个观光协会的会长，还有美国的靠近芝加哥那边有一个小城叫做 Westman 这个城市的市长团，还有 Global Gap 的代表，以及乌克兰方面的媒体来访问高跟鞋教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公关科所做的服务。以上。各位议员，当您对咱新闻行销处跟我上面意见？是议员。来，咱猜，咱集中议员。处长，迄只董议员有甲你讲要爱咱新闻行销处内底做馆长的一挂行销的部分嘛？是，对不？是。哦，啊，迄、那个部分内底，以前都有较甲我讲啦，讲还佫有国科室的对吧？国科室的哦。国科室，国局处啦，应该还佫有做的吧？其他公车，迄公车后壁迄行有无？行销的，还有各局处的应该也有吧？报告议员，其他局处的，因为可能就他们的设计不会通过新闻行销处这边，所以我们也不会存档。那如果议员需要的话，我们会透过就是县府直接去跟其每一个局处去要，然后你今年都有做的嘛？今年都的，今年都有做，比如讲卫生局还是教育处。哦，还是对一科室要做的，有做管理行销的迄看板那种的，有。好，安尼我来问。你个寄过来好不好？好，好。你了解一下，还佫寄过来者哈。好好，谢谢议员。好来，安尼无啊啦吼，无啊处长请回。来，请咱行政处。我们今天大会主席陈副议长，各位玉女士先生，秘书长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行政处也非常感谢我们议长、副议长以及我们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对我们本处的各方面的指导哈，能够业务能够顺利执行啊。那本处的一个工作报告，请大家参考书面资料，重点的部分在37页。另外，整个工作报告在196页到199页啊，请大家参阅。那我仅就一个重点的部分跟议员做报告。那行政处是属于幕僚作业啊，那我们包括是事务、文书、出纳以及法制的一个工作啊。那首先在文书方面呢，我们推动德来树的一个办理分文的一个作业啊，来提高我们所有县府的一个文书的一个行政效率啊。那也配合各单位的一个线上签合哦，我们是推动一个发文的一个总单一的一个窗口。那在事务方面呢，我们也推动目前比较重要的是节能减碳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一直在推办公室的一个节能计划啊，来达到一个节电节油的一个目标啊。然后我们今年也是成效也是节电了91000多度的一个电费啊，一个电力啦啊。不过我们还是以同仁的舒适为原则，不会因为为了节电呢，让同仁冷气不开哈，这个我们会遵着一个原则来办理啊。另外也是有为了整个一个节电部分，我们也是采用 LED 灯来一个灯具来使用哈。那在法制方面，整个一个法制作业，全县政府在新闻单位在我们这边呢，那我们是强化我们的法制功能，在自治条例我们总共制定有1件，修正者有5件，另外在行政规则方面有8件呢，修正有18件，第二个是受理国家的一个赔偿案件有4件呢，另外在受理一个调解委员会的部分有24件。另外第三是在人民的书院的一个请求方面，总共有28件啊。那以上是行政处的一个工作报告，那敬请我们副议长以及各位女士先生给指导，谢谢。来，各位议员，当然对咱行政处有什么意见吗？那无咱处长请回。好，谢谢大家。那请综合规划处。
陈副议长、黄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首先感谢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长期来对综合规划处预算跟业务的支持与鼓励啦。那综合规划处105年度4月到9月，我们的重点业务在39页到41页，工作报告在201页到205页，请各位议员女士先参阅。那摘要补充报告如下了。第一，我们在县政的先端规划上，其实本处持续整合各局处，推动嘉义县的低碳观光跟电动车辆的先导运行。那我们从今年初到9月底，我们其实已经使用低碳运具到故宫南苑及周遭景点的游客数，我目前统计有17000多人，占整个故宫南苑到访差不多游客数的20%的2%，是用低碳运具来使用。那目前我们整个低碳运具的转运中心也跟15家的嘉义县市的饭店来合作，希望到嘉义县市住宿的这些游客尽量使用低碳运具的租借服务。我们有15家饭店，那我们预计跟建设处来在明年初推动嘉义的首2条的电动公车路线。那第一条是滨海快线，第二条是义竹鹿草线，我想来服务像鹿草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他们长期以来到高铁站是没有比较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那我们希望直接跳升到电动巴士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让鹿草乡民、义竹乡民可以感受到，其实嘉义县全力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低碳运输，我们对偏乡的乡镇我们优先来作为推动的一个重点。那第二点，有关我们蒜头糖厂跟蒜头糖厂的5分车延驶到高铁，我们相关规划都已经进入到期末阶段，那目前已经陆续争取到相关的经费，包括我们蒜头糖厂东侧仓库的整修，我们争取到文化部的3500万的经费。那东侧仓库群附近景观的再造，我们争取到营建署2500万的经费。那5分车延驶高铁的高铁基地的这样低碳，结合我们低碳基地的景观工程，也争取到1500万的经费。那我想我们用很少的预算先做规划，已经争取到政府相关的经费，然后我们持续会来对应政府中央政府相关的经费来源，我们持续来争取预算到我们嘉义县来做观光型的建设。那再来就是嘉义县推动智慧城市，我想我们并没有利用多余的预算增加预算来推动智慧，我们利用尽量来争取工研院的资源，政府争取上级机关的资源。那我们整个今年度在整个全国智慧城市的评比，在天下杂志跟去年我们全国倒数第5名，今年我们已经进入 全国的前10名的一个县市，是一个被天下杂志誉为花政公县府预算最少但进步最多的一个县市。那本县也在国发会的支持下，我们现在在开始推动嘉义地区的海洋经济的规划。那我们持续在推动的就是明年初我们有可能成功的来试航布袋到澎湖1个小时的航线，我想这个会大幅提升我们未来布袋港到作为澎湖最大台湾最大的一个输出入港口的地位，有可能从目前的40万人提升到未来的80万人，那布袋港将是未来到澎湖最大旅客的一个吞吐的一个港口。那我们也推动布袋山港的2联络道路，来解决现在布袋山港的一个塞车的问题，跟建设处持续来做后续的规划。那我们包括布袋港的产专区，我们如何来活化作为水产品的冷链物流专区，也持续跟我们由秘书长整合相关单位来持续跟港务局来做接洽。那我们逐步建构出有嘉义特色的海洋经济，我想这是国发会全国今年只补助3个县市，那嘉义县是唯3的县市之一啦。那接下来就本处统合这半年来整个县府接受到民众的陈情，我们统计了10大民怨的排行榜，第一名还是违章的检举啊，我们嘉义县民其实对违章我们从整个陈情资料上，从1000多笔的陈情资料上来统计其实嘉义县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违章建筑。
第二个就是道路的整修啦，跟路容，第三个是劳资纠纷，再来是交通的违规，环境的污染，那第六个就是昨天也有议员非常关心的代理教师的薪资问题。那从我们的成绩系统也早就看出，其实整个代理教师对没有收到薪水，其实非常的其实透过成绩管理非常表达他们实质上的一个困难。那再来就是公车司机的服务态度，不含嘉义客运跟我们县公车了，那各县乡镇清洁队员的服务态度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议题。再来就养鸡场的争议跟生育补助，所以其实嘉义县民对生育补助其实还是非常关心。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提供给各局处那跟议员来做问政上的参考。那最后就是今年的各单位本府的出国考察报告，目前有6个单位依规定来提交。那目前所有出国考察报告的电子档，我们都上传到本府的公务出国的报告网站。如果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想要了解，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开资讯，来主动来获得相关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实质的内容。以上是中贵处的补充报告，谢谢副议长，也谢谢所有的议员。各位议员同仁对咱中央规划处有什么意见？来，婉珍议员。谢谢主席。那个处长，我要跟你要一些资料哈。第一个，你给我那个云嘉嘉治理会议的，就是你们开会的那个资料。然后还有第二个，那个蒜南国小周边景观设计，蒜南国小不是本来是品格英语学院吗？跟议员报告哈，现在品格英语学院，因为未来整个蒜头糖厂整体整个再造之后哈，包括工程期间，包括未来整个观光的发展，其实已经不适合在那边学生在那边住宿，因为会有造成学生可能会被侵扰的状况，甚至在工程师作期间会对整个上课的学生有影响，所以我们其实有跟品格英语学院那边来协调。那我们预计到年底我们会启动一个规划，那我们目前已经上网，我们未来希望蒜南国小跟周边的景观，那个等于是蒜头糖厂的中段，我们去年是发包的是前段的设计，那我们现在是发包中段的设计，那有关工厂区跟宿舍区的规划的部分是由文管局来负责。你把这个整体的计划给我，那我想要了解的是蒜南国小，那既然品格英语学院没有，那现在在哪边？他们那个品格英语学院要迁去哪里，移去哪里？这个可能要详细要问教育处会比较清楚啦。教育处有规划吗？因为你们把蒜南国小品格英语学院撤掉了嘛，因为当初是说山区有一个文光英语学院，然后海区是一个品格英语学院，那现在你们为了要发展那边的观光文化，牺牲了孩子的英语教育学习的环境啊。我想那目前规划到哪边？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绝对没有要牺牲小孩子的。不是，那现在呢？海区的在哪边？只是这样的一个场域，未来不是。处长，海区的在哪边？这个我并不清楚，但是县不是你们要，你们一定有都有讨论过嘛？那你们要把这个蒜南国小取消掉的时候，品格英语学院取消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说，那这个地方海区的孩子呢？因为说山区一个，海区一个啊。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吗？你们为了发展文化观光，牺牲孩子的教育吗？跟议员报告哈，绝对不会因为发展文化观光。处长，那请教育处长，我刚好顺便问教育处长，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规划在哪边？陈陆议长哈，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我想目前品格音乐现在还是在蒜南，还是哈。那如果说未来还是在蒜南，目前还是在那边呢、啊？嗯。那如果说未来真的有需要迁移，我想一定会有适当的地点，所以不会影响原来英语学习。处长什么时候要签？什么时候你们开始？目前只是在规划阶段。那我想规划完会找到对应政府单位，比如未来的方向清楚之后会找到对应的预算。你们预计什么时候要施工？我们目前因为还在规划阶段，还没有施工的期程。好，那整体的规划计划时程都给我可以吗？我们好，我们有规划期程，但是没有工程，因为我们目前是规划案的阶段。好，就是规划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你帮我统整哈，因为我看你的预算里面，你们你去年、今年都有编
土地的那个租金，就不可能跟台糖租啊，或者跟，然后我希望就由你综合规划处这边帮我整理一下各个局处，就是我们嘉义县，你只要有付租金的，看你跟哪一个地方租的，就说跟台糖啊，就说像我们的乐活有机园区，他就跟台糖租了嘛，从1999年应该是租到现在了。好，租金是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租的？租金是多少？我们每年需要负担的是多少？只要我们有付租金的，然后你帮我。整理出来说这个租金是从哪边出来的，经费是从哪边出来的，然后是做什么样的使用的，比如说我租这块土地是做什么样的使用的，好，帮我统整一下。是，好，这份资料给我。然后我看你203页，你工作报告里面你们嘉义县政你有嘉义县政府施政成果及县政发展民意调查嘛，你完成了第三次的调查。是，对，然后我想要了解说你们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没问题。好， OK， 好，就这样，谢谢。好，来，哎，三哥，我建议一下哈，你这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哈，你唔通干那注重布地啊，你也结婚东捷啊，佫有一个东捷鱼港交伊码头啊，是毋是将东捷鱼港、东捷区的鱼港，会当交布地鱼港的海洋经济做一个连线的一个规划？你唔通干那去注重布地，啊，阮东捷当边缘化去。啊，东石在咧风头水尾，在咧可怜啊！长期以来吼，甲咱执政的拢无共的。啊，你安尼啊，你点啊？它变脸化去了。阮东石发展可能会受到这个局限。啊，我只啊建议讲，咱规划处内底，伫海洋经济的规划发展，未来应该要阁将东石交咱布地，它做一个连线。算我阮沾个光啦，阿妈到短边缘化去安尼啊，我这是建议安。跟议员报告，那海洋经济我们是全面针对嘉义地区。那其实有全面的规划。好，谢谢。处长，我在请教你，那微型文创园区是由文化观光局这边负责，还是你这边？所以资料是跟文管局要嘛？那个刚刚蔡鼎山议员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水产精品园哦，那个海洋经济的啊，那我们已经完成评选吗？那我会把那样的规划书来提供给议员。好，就这些资料，好，谢谢。好，来，无啦吼，啊无来，处长请回。来人事处，大会主席、陈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首先感谢议长、副议长及各位议员先进，长期以来对人事处业务以及预算的支持与鼓励。人事处的工作报告书面资料在207页到217页，重点报告在43页到45页。那么在这边补充报告。第一个，我们为了要厚植人力资本，所以我们建制现职储备及离职人员有700笔以上的异化人才资料库。那么建构媒合平台，改善选才流程跟禁用管道。那么也并透过办理国考系统的讲座奖励机制，我们希望能优化人才素质，促进优秀公教人才能够入籍本县来服务，达到鼓励家乡人才回家，那么人才能够来为我们嘉义县来服务。另外，我们办理嘉义县105年县政人才培训计划，那么调训本府科长级以上的人才有25名，兼任以上第七职等具有潜力的同仁有30名，课程采用政经兵棋推演、个案教学、南中演练、世界咖啡馆以及微型教学等各项训练技巧，提供学员多元学习。我们希望能够增进学员更丰富的视野以及专业知能，并在7月14日办理结业典礼。那么我们也积极鼓励本县的公教人员来参加行政院举办的公教美展活动。本县呢一共建送61件作品，其中呢，我们在油画类获得第一名，全国的第一名。
这是我们鹿满国小的林正哲，他的作品名称叫有收音机的静物。那么这个工匠美展现在在南部的巡回展出，在我们梅林美术馆，展览的期间是10月19号到11月6号。那么也欢迎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我们的乡亲能够前往来参观。那么以上是人事处的报告，也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继续给予人事处的支持与鼓励。以上报告。来，各位议员同仁，对咱人事处有什么意见？那无，处长请回。来，继续请咱主计处。大会主席、陈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主计处呢，全体同仁呢，首先来感谢我们议长、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先进呢，平常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跟鼓励。那主计处的工作报告呢，重点业务的部分是在第47到48页，那工作报告的部分是在219页到225页。那这边呢，就重点业务的部分来做这个口头折要以及补充报告。第一点呢，我们依规定呢，筹划汇编完成本县106年度的总预算案跟附属单位预算中计表，那相关的这个书表呢，已经在规定的期限送交贵会，预定在这一次的这个定期会来审议。那也恳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呢，能够给予支持。第二点呢，我们已经汇编完成104年度的地方总决算，那在贵会第18届第10次的临时会呢，也由这个嘉义县审计室完成这个审定，然后在这边做报告，完成审议的一个程序。第三点呢，配合户政事务所整并的需要呢，我们汇编了本县105年度总预算的第一次最佳减预算案。那也经贵会第18届第8次第9次的这个临时会来审议通过。那我们本年度就是105年度的这个预算执行情形呢，到9月底呢，在税入部分呢，执行率是98.62%，那税出的部分呢，执行率是在80.94%。好，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统计方面呢，我们配合行政主计总处办理的这个各项调查，那包括我们今年2到7月份办理的这个104年的这个农林渔牧普查，一共访问填表65000多家哈。那所有的这个各项调查的这个资料呢，我们审核完了都会如期如职的一线来送交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来汇办哈。那以上六点是主计处的一个口头报告，请各位议员先进能够继续给指教跟支持。各位议员，都您对咱主计处有啥物意见无？那无处长请回吼。谢谢。来，请咱政风处。大会主席，陈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那非常感谢这个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长期以来对我们政风工作的支持以及督促，让我们政风工作能够这个顺利的推展。那本处在105年4月到9月间呢，那推动各项政风业务的办理情形呢，那除了书面报告在227页到232页，那在重点业务报告在49到50页以外呢，那现在仅提出这个口头的补充报告。那清廉施政呢，是我们攸关我们国家的竞争力，那也是我们人民对我们政府信任以及期待的基础。那建构廉人的政府是我们县民的期盼，那也是我们县府团队责无旁贷的一个重任。那在有限的资源以及能力之下呢，那有效推动并且提升本府廉洁市政效能，那带给县民一个安居乐业以及充满幸福感、荣誉感以及这个有竞争力的廉洁城市呢，为本处廉政工作的目标与愿景。那本处呢，秉持我们积极心力、事前预防、跨域整合以及
建构年轮的工作思维，那持续来推动为相关的廉政宣导以及强化机关的内控机制的预防工作，那并且对于各机关民众关切且这个一知必失的业务呢，来深入的稽核，以风险管理的这个角度呢，来健全我们机关的预防机制，来逐步完善我们各项的制度，以提升我们县民对我们县府团队的信心以及满意度。那因此本处呢，在这个协助机关这个心力预防工作方面呢，那有以下重要的作为。第一，是我们落实我们预防贪渎的一举功能。那为了我们让我们弊端不发生，公务员不致误触法网，那本处即所属政风同仁呢，当发现我们机关发现有这个潜存的一个违失风险事件的时候呢，那我们均会机先的来协调我们业管单位，来事先采取防范作为，来避免弊端的发生。那本期呢，一共我们兼办了采购作业程序有一共有241案，以建构我们公平公正以及透明的采购环境。那另外加强这个公共工程抽查有16案，采购稽核小组稽核采购案件一共有95案，并且我们落实来追踪管考，以提升我们公共工程的品质。那另外在这个落实阳光环保措施方面呢，那本期受理本府以及所属机关学校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总人数为107人。那另外为了落实阳光环保的立案宗旨呢，提醒本县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义务人来了解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以及利益冲突回避法的相关规定。那我们在105年9月12号办理讲习，以加强我们申报人的相关的法纪观念。那另外在这个廉政宣导方面呢，那我们为了促进我们全民来参与我们相关的廉政工作，来深耕廉政伦理观念，那本处即所属政风机构结合各机关呢，办理这个大型节庆这个活动的时机呢，办理多元化的廉政宣导，一共有56场次。那另外办理这个员工法纪交流一共有2场次，以强化我们员工法纪的观念，以及提升这个服务的效能。那另外在这个政风查查工作方面呢，那本期我们一共受理民众陈情还应案件一共有73案，那我们皆依据这个奖励保护检举贪污渎职办法以及相关的规定呢，查明处理或澄清结案。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吝指正，那并且再次感谢各位这个贵会以及长期以来对我们政风工作的支持与鼓励。那最后敬祝张议长、陈会长以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议员同仁对咱政风处有啥物意见无？来，其中议员。处长，我请教你一下吼，咱政风处的主要业务是啥物？政风处的主要业务有三个。是不是三行对啦，但是主要是不是公务员的廉洁问题？对，品德操守廉洁，有没有贪赃枉法这问题？是的，是的，是不？是的，主要是这嘛。是，啊，本身请教一下吼，咱这管政府即马也是全国即马想咧推动的啦，即马是食安的问题啦。是，吼，啊，食安这個问题应该有主办业务、主管单位卫生局，啊是这个。用好了啊！我听讲要农业处接管，含你政风处什么关系啦？报告议员哈、你给我解释一下。报告议员，那我们这个协助这个各单位来这个推动相关的实案工作呢，那最主要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保密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同仁，如果说有这个突检的时候呢，那他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要予以这个。也希望能够同仁一个保密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廉政伦理的观，廉政伦理的方面哈，那就是说这个预防我们这个同仁哈，我跟你讲了，在这个办理这个检查的时候呢，有这个可能会这个收受这个礼物的一个，那另外呢，你的意思就是讲，因主办单位处理会，您政风处处理，你是要查这个卫生局？公务人员有品德操守问题没有？这是里面的一个一个要项。你建宏处应该是你讲卫生局主办恁处理，吼、哦，还是这个农业处恁处理？所以咧查缉的时阵，有发生啥问题？因的品德操守问题，
事后你政风处较落去查，较落去了解啦，应该是安尼吧？那个，啊，你无你啊，你唔得怀疑，怀疑因本身因在公务人员问题啦。并不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你搁落一个文，你搁落一个文，互各迄个你所属的政风单位，叫因得爱回动各地方的卫生所，爱出去稽查。一个月爱搁三道，啊，搁列入试探的分数，以三分来算。即嘛是你主办，实际上是你主办，还是卫生局，还是农业处主办啦？我请教一点嘛。报告议员哈，这个因为这个，会同这个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实案的稽核哈，那是我们这个华部廉政署哈，那会同这个好啦，廉政署好啦。廉政署交代了，对啦。廉政署交代了，这用意是做好，哦，用意做好。是。啊，这个问题管理嘛有签准的。是。嘛袂当讲你廉政署落来时阵就讲啊，就要做就使，嘛是要行政首长同意。有，我们也有先给县长来同意。啊，同意袂要紧，同意你才会使落去做。是。对。但是本只要质疑的，就是讲，哦，这问题爱做，彻底有影。但是要质疑的就是讲，你袂使假妄告状，你把这公务人员是当作差料。没有没有啊，我们只是协助我们机关的同仁。无，你要事后呢？你要事后来处理，因家底线来检查，哦，有问题，发现讲人够有投资，还是讲啊这件有啥问题？品德操守安怎？你唔则事后来调查，唔则对。我们目前应该是不是安尼？我们目前我们这个各同仁呢？他们在 出去做这个稽查的时候呢，那大家品德操守都非常好。啊，过来啦，马个调查站呢？你建宏署是咧管机关的呢？没有，我们啊，你是不是对所属机关，那马个一个调查站，百姓啊工作有啥问题，咱嘛调查站内底因经济犯罪组买去查。报告员，我们是协助我们机关哈来这个勇于认识。啊，过来。我唔知恁的能力遐好，你的施政目标内底写的，哦，施政目标内底写的五十八页，你讲什么继续执行食安廉政工作小组，内底有两点，哦，什么会同相关业务单位食品检查联合稽查，协助伸张本府公权力。啊，若无你介绍，唔就无法度讲权利，无法度伸张哦。那个啊，报告议员哈，那我刚刚也跟议员报告过了哈。那我们在这个，这个，我想问下，业务单位他们在执行。你建房处若无介绍这，无介绍这，讲权利无法度伸张了啦。报告议员哈，那这个因为我们发觉呢，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廉政署他在这个全国各地哈，这发觉的在这个有许多业务单位，他们在执行这个食安检查的时候呢，那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地方的有利人士呢啊介入做一个关说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哎，嘛事后有问题，应该来处理。为了我们是希望说，为了我们这个相关的食安这个稽查人员能够公平公正的来做一个相关的业务执行，那所以说希望我们政风单位呢能够在旁边做一个协助。好。啊，再来，你个第二点，哦，强化相关单位下面横向、纵向的联系。你横向是要联系啥？啊，纵向是要联系啥？纵向是要联系啥？哇，你建防处的能力遐大，我唔知啊，啊。报告议员哈，那最主要呢，这个横向、纵向的联系呢，那就是因为在这个去年前年的时候呢。那发生这个相关的一个本县相关重大这个食安问题呢，那最主要的这个症结呢，在我们各机关呢，它可能横向的联系可能在不足哈，有这个不足的地方。啊，有你主导啊？那所以说呢？有你主导啊？并不是。没卫生局主导，有你来主导啊？我们是在做一个重盘一个协助的一个联系。联合稽查是变联合稽查，是不是卫生局爱出去？啊？啊，若有关系着啥物监管的，有关系着环保的，啥物做得出去？啊，各单位若有意见，若冒主办单位伫遐横向联系，我毋知你建防署即卖能力变啊遐好啦。啊，我都各科出叫来伫遐协调，伫遐横向联系啦。啊，纵向联系啥？含公所、含中央联络安尼哦，含县政府安尼哦，无想要纵向联系安怎啦？
我的意思是讲哦，本身要甲你讲的一点啦。这十三联合稽查联能联这联能政策是真好，但是你唔通协办当作主办的用啦。你听我的意思无？是。啊。对。你纯粹讲要重要政策，恁政府是要来参与这业务，互恁有一个参与的机会，好，对不？但是问题，你唔通本末倒置啦。是的，我们是从不要越过钱啦。是。你知影无？是。本身的重点是伫遮，你要去约束，吼、哦，好不好？好来，对这样处阁有啥物意见要表达嘞？那无咱这样处请会，来请咱警察局。啊，大会主席、陈副议长、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秘书长，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大家好啊！啊，警察局相关的重点业务跟警政工作报告，还有106年的施政目标与重点资料哈、啊，都有在县府的这个重点业务第51到52页，还有这个233到259页。还有第施政目标的里面第61到68页哈、啊，请各位议座给我们指导、啊、那虽然平时我们各位议座跟我们互动很密切哈、啊，对我们警政的鞭策跟指导也很多哈、啊，但是今天我还是仅就我们现阶段的这个推动警政工作，则要来做口头来报告哈、啊。第一项是有关掌握犯罪形态啊，全力执行治安策略哈。因为本县是龙渔业县，所以民众对民生窃盗的案件感受最为深刻，因此针对本县治安特性，我们有积极推动这个杜绝诈骗案件，全面反诈骗，减速窃盗案件，加强民生窃盗案件的侦处，保障我们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升犯罪侦防的绩效，希望来净化我们辖区的治安啊，再来就是建立我们社区这个治安维护的体系哈、啊，提升我们民众犯罪预防的这个自我意识啊，促进警民合作，我们希望共同来维护治安。另外就是强化我们民警现场保全、稽证的这个能力跟监视人员的专业能力啊，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住宅窃盗案件，还有寻获的失窃汽机车的勘查采证的品质。另外就是落实我们嫌疑人的 DNA 建档工作哈，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作为能够有效来防止嫌案的发生，提升我们的破案能力啊，以维我们社会的安宁。第二项就是有关加强交通执法，我们希望改善交通秩序及安全维护。我们第一个就是持续推动取缔重大交通违规专案哈，酒后驾车专案的取缔是我们一贯的重点啊。另外加强防治危险驾车啊，就是所谓的飙车啊。另外强化我们机动车驾驶人的管理工作啊。还有我们希望先导建立的正确的路权观念，还有所谓的安全防疫驾驶观念，还有速度管理，还有汽机车白天请开头灯啊等有关能够促进交通安全的一个概念跟做法啊，希望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在防治 A1 类，就是所谓的死亡交通事故呢，我们受理民众事故的资料申请跟案件分析研判，还有资料的建档工作呢，我们都不断的在做哈。另外我们也希望辖内的餐厅饮食业者啊，能够来配合我们先导酒后不要开车啊，并能够提供代客叫车的服务，提倡指定驾驶的观念啊，防止酒后驾车等违规行为。另外有关校园安全先导工作呢，我们也一向把它列为重点啊，并以这个安全跟顺畅为最高原则啊。
第三项是有关保障我们妇幼安全及辅导少年健全成长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持续加强办理妇幼安全先导，本期我们自各机关团体还有我们的国中小学实施先导有58个场次啊。另外办理预防少年犯罪先导有23场次，并且我们跟校园呢加强联系啊，落实我们执行，我们希望防治黑道势力能介入校园啊，并且能够全面啊遏制毒品还有所谓的不良帮派入侵校园。第四项是有关加强社会保安工作的维护动作哈，我们持续办理重要路口监督系统的建制哈，各位议座对这个都很关心啊。我们持续到现在，目前总共有590组，总共大概有3668支的镜头哈。那透过我们本局建制的整合平台，让我们员警可以借由网际网路就可以连接，将路口的监督系统发挥到最大的效能。另外，我们也辅导成立守望相助队哈，目前有77个队。那协助维护我们社会治安，并且能够落实配合来执行灾害防救工作。另外，我们也持续规划扩大临检工作啊，并针对可疑啊易发生治安孤立的处所来加强临检。我们希望有效来遏制犯罪啊。第五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重视人民感受，希望我们警察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啊。那我们持续推动社会治安工作，建立警察优质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辅导成立了36个治安社区，也获得内政部补助248万啊。另外，本期召开的社区治安会议有123场，我们希望落实执行，及时受理民众报案，管制提升员警到场的时间，也希望在服务的时候能够重视民众的感受。另外，我们也推动婚丧喜庆宴会处所家户访查的关怀工作啊，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员警的服务巡逻，能够让我们这个乡亲能够很放心的办理这个婚丧喜庆啊，以免这个遭窃啊。结语的部分呢，我们警察肩负了维护治安的重责大任啊，面对日趋变动的社会治安。我们认为唯有提升警察的专业素养及服务品质，才能塑造专业便民高效率的服务形象啊。本局维护本县的治安，加强犯罪侦防，还有维持交通顺畅，致力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使本县民众能够活在安心安全跟安康的良好环境啊。警政工作千头万绪啊，我们能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断给我们鞭策，也不断给我们指导，也支持我们。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各位议员同仁对咱警察局敢有意见？来，其中议员。局长是，我请教你一下吼，咱每年都迄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总件数啦吼，伊各分局省嘛吼，还佮保安队、交通队做伙嘛。农局，还有一个总数嘛，哦，总件数，啊，恁这有一个基准值啊，是，哦，每年拢有定一个基准值啊，是，啊，恁这個基准值是安怎出来？这个基准值哦，我们大概是，这件数基准值是安怎出来？我们其实我们各议座都很关心的，希望我们不要成长啊，卖行动啊，当然哦，哎，啊，咱一百空四年，咱是交通罚款有1亿。791万，一个月大概将近要900万啦。哈，啊，咱今年到目前1到9月份是7250万，应该是有减啦，哈，有减啦。啊，阮是希望讲，这是阮的观念，就是讲，取缔交通违规也是见警力啦，哈。啊，作者咱的百姓嘛，希望讲，咱用劝导不要取缔。我当然哦。啊，但是你有当啊，你唔得取缔吼，永远就是袂去改善啦。你啊，当取缔一届哈。伊可能就印象深刻啊，伊可能会注意去片面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哦，啊，你一般咱说基准值在算是不是根据三年的平均数？对，大部分拢是安尼对。嘿，啊，佮人口数、警员数，对，咱就去算的嘛。对，是无？啊，不过
一点我感觉足奇怪啊。哎、欸，愈定愈悬呢，每年愈定愈悬，我听讲拢搁加一成去哦。但是啊，这是应该是每任的局长，我是从局长也来，因为拢会交易官，你就知影拢来遮拢升官啦。但是农业县嘿，真的拢升官啦，来就来做两年啊，就要搁升官啦。啊，即马顶任的局长就定安尼。哦，啊，是分局长定啊，即个责任来即哦，袂使比伊较少。是。再佫加一成，啊，愈加愈济，啊，跩警员要对接啊，我问你。是是是。啊。其实你这几点，我感觉是真有价值啦。啊、我想我以我年代，这个、方式我袂安尼啦。这基准值你也修改一下。好。改变看有一下方式无？等于甲阮交通队好来好啊，好啊，抓这个数字，嘿，好。啊。叫其实你记得。啊，佮这九号驾车这个，哎呦。即嘛真吃人嘞，啊！即嘛破厝局，我调你个资料，破厝局第一名啊，开上济啦。今年讲，去年一百零四年213件啦。即嘛一月到九月就开啊到208件哦啦，都比去年。不过二十万今年已经。逐年增加。已经掠1400件啦。1400件是专管哦。我就是讲个分类，你破厝局就第一名嘞。哎、欸，阿姨的基准值是偌济？今年破准标是偌济啊？我这我可能，这可能我还我听讲平均算啊，一百，今年是180几啊，啊加到200外啦，哦，加到200外，啊，佫有别队的哦，别队的讲爱上少，佫拨过来花。对啊，当然，当然我知影二座的意思。我开到270几件，啊，看这个要对掠270几个啦。我二座，我知影你关心，因为可能就是这个破柱遮，啊，搁交通队也拢是遮吼，保安队遮可能会处到咱遮会较济啦，哎呀，啊，我想吼，这个起立酒驾，大家拢知影零容忍啦，我们希望就是讲，最后你拢卖酒后驾车啦，啊，真的啦。我是感觉讲这足奇怪，较早的时阵，咱0.25就讲爱开单啊，0.55较公共卫生较上点因素嘛。即马标准降落来，0.15和0.25。对。啊，即马人抓到一件件，用要死都嘛6万起跳，无得啊9万，伊都唔敢搁，都唔敢开啊。即坐客运车足济，啉烧酒个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件数应该是要降较对嘞。吼、哦，应该是要降较对，唔是搁增加去啦。尤其这酒驾，这你等于检讨看卖好无？是，谢谢医生，你也知道。你了解一下好无？好，好不好？好啊，准则讲顶管有交代，你咪当个建议呢。是。还、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我知，谢谢。啊，你知我的意思啊？好，感谢你。好，来各位议员，当然对警察局来执法议员。啊，好议员，局长哈，咱即马警基层警力大家拢足辛苦的哈，拢哩互相爱竞争个业务，就是即马咱嘉义县诶各分局哈，伊个迄个编制员额，哈，啊伊个实际个人数哈，啊。欠补的员额，啊，搁这边咱十月吼有一批迄个警专毕业的嘛，哈，分发来实习的嘛，啊，这个各分局哈，啊，各派出所这个补充的这个员额，那请你把资料整理一下给我，好不好？好，是，这没问题，是，谢谢你。来，感觉有，无啦吼，啊无来，咱局长请回吼。好，谢谢各位。咱今日工作报告到这吼，啊，咱嘛请咱所有局处吼。咱议员当然要爱资料，三工内拢爱交过来，予议员吼散会。